9月11号，近期因电影《战狼2》大热的演员张翰，作为特邀嘉宾于广州参加某品牌活动。活动当天，武力汉哥上身穿着一件蓝色的休闲连帽卫衣，下身搭配一条浅灰色的运动长裤，脚踩一双小白鞋，活力十足，帅气满分。话说张翰作为当红演员，曾也因演出角色单一，受到网友对其演技的质疑。面对这样的质疑，张翰表示：不服你就来撕我。武力汉哥真的是超霸气的说，在《战狼2》中，他饰演的卓一凡让人眼前一亮，用精湛的演技完成小鲜肉到实力男演员的蜕变。对于观众们的赞美和点赞，汉哥也直言没有想那么多。因为这部电影还有当中的每一个角色，就是其实都是成功的，那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气质是有情怀，受大家接受的。那我觉得只要是在好的电影当中，你接下来挑战不同的角色，然后我觉得都会有不一样的反响，然后自己都会收获不同的惊喜吧。芒果捞新闻给超 nice 的汉哥点赞报道。